师傅又来拜早岁。 这是干嘛？金哥，你在干什么？刚刚燕芷在树上偷听，说要告发岳长老和云山勾结，只令大人刚刚通过第二域试炼，我怕影响大人去了。给我站住！让开！ 元直人呢？雪公子不是跟元直弟弟一向形影不离吗？怎么来我雨宫找人？这也太奇怪了吧！我听到了元直的响尖声，他一定是遇到了危险。响尖的位置就在这儿。是吗？那你看看，这里有吗？ 如果想见，真的代表元直弟弟遇到了危险，我建议你赶紧出去继续找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让雨宫的守卫一起帮忙。哦，刚刚我听到外面一阵一阵的惨叫，是不是我的下人都受了伤？也不知道被谁打的。 立刻解开穴道。
我数到三，如果公园只还没有站起来，我保证天亮之前，愚公不会再有一片完整的砖瓦。一、二，玉姑娘。 站住！云为山，你刚才使用的是清风派的清风问夜手。清风派早在归顺无风之时，就已经缴出了所有的武功心法。你果然是无风之人。 云芝弟弟，还可以吗？好久没这么兴奋过了。知道分寸吗？哥哥，尽管吩咐。捉拿云为山，如果有人敢阻挡，除了公子羽，其他的人原地斩杀。 在我的面前使用浮雪三式，不自量力。 你知道自己的融雪心经和浮雪三式并不相称吗？芝渊，宫上觉得内功心法是苦寒三寸经，是最匹配浮雪三式的内功心法。 你用浮雪三式是打不过他的。你的余姑娘先走，快走，去后山找雪虫子。